铁路局为了提高行车速度，减轻路线氧负，除了路基的强化和曲度以及坡度的改善已经先办理之外，今天在桃园和内里之间贯铺长顺轨，这是我国铁路史上第一对长顺轨，轨长495公尺，每公尺重50公斤。这对长顺轨是经过焊接以后再贯铺的。中国建的贯铺长顺轨计划将在铁路电气化完成以前全部完成。贯铺长顺轨计划是铁路局加强轨道计划的一部分。加强轨道计划又分为三期，第一期从基隆到竹南长252公里，第二期从竹南到彰化长192公里，第三期从彰化到高雄长378公里，全部工程预定在67年的8月完成。